第一个就是先跟我太太隔离两个礼拜，快要出来的时候，我太太说好日子快要过完了，怎么办？其实非常特别，我住纽约嘛，憋了很久，那除了示威游行，我没有看到这么多的人，所以感觉非常的，我们说 outer body 好像灵魂出窍的感觉，非常非常的特别，非常难得，很高兴能够回到台湾来，参加这个盛会，非常高兴。我觉得非常的难得，当然我们片子很好看，然后竞争对手没有那么强，老实讲，一枝独秀啦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你看全世界，我刚刚从纽约过来，根本不要想到戏院看电影，那我们的票房反而还这么好，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，非常不容易。其实这个部分是我最感动的，其实来的人很多，他们来跟我一样都要14天，然后回去还要14天，他们就是很高兴的来。我昨天看到他们就是有一个酒会欢迎，就是看到他们真的是很感动，尤其在今年啦，真的是非比寻常，感觉特别的亲切温暖。还不能讲，因为还没有通过。今天很不容易啦，做大的调整，然后这个 streaming 就是几乎取代了电影院，所以它的整个生态都在，大家都在摸索，所以今年是特别困难的一年。不过我还在进行啦，在剧本还在改写中，就是目前没有很明显出现的这个，有一些在企划，对。谢谢。